나모미타바나모어미타바나모어미타바나모诸位观众，诸位菩萨，大家好！现在咱们应讲往生净土三款的福报。哦，你往生西方净土，如果若无修这三款的福报呢？往生净土的将来，至于对三种的福报呢，咱头前已经念一遍，互诸位了解啊。那么现在要来给诸位报告呢，就是往生净土的第二福哈。那么第二福，伊状况如何呢？来注意看好。观无量寿佛经云：二者修持三规，具足境界，不患为疑。这就是你我大家。思思念念，一心想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那么一定要具足的这条件啦。这属于出世间的因果福，也是二性之因呢、啊。那么要往生极乐世界，第一要先皈依三宝，皈三宝才是堂堂正正一个佛的在家弟子。啊！若出家了后，爱受过具足戒，就是 BQ 哦，250条一戒 ，BQ 年480条一戒，修持如来戒律庄严解脱，唔通犯一切无疑。那么这位往生西方净土，唔是难事啊！哦，所以真苦劝大家，如果若阿未皈三宝人，咱速速。找一个机会来皈三宝，唔通阁想一大堆的理由甲借口呢，讲无爱皈三宝。那么皈三宝是无任何一个禁忌啦，也无叫咱爱食素食，咱唔知紧张啥。哦，咱将属于如果来即摆去杀盗淫妄当中呢，皈三宝嘛无遮禁忌啊，像是讲我。要让医生来给诊断我的病苦，起先要先挂号。你无挂号的食呢？哦，无按照顺序来呢，无按照次第来呢，医生未看你的病啦。先挂号一下。那么你挂号了后，你要让医生看，唔让医生看呢？那么自由意志也还是你啊。换一句话讲，你皈依三宝了后，你无爱学佛，无爱修行，这嘛无所谓。但是咱先挂号一下，先皈依一下，这是一个仪式的呢，所以咱唔免紧张啊。因为呢，皈三宝并无呢，叫咱马上就要切断所有习气，因为修行家很简单，啊，经过三代阿僧祇劫的修持呢，所以人想过一大堆啊啦。伊以为讲皈三宝了后，马上为因要量起个果呢？马上就要成佛做主，好，把家己约束家呢，制造家己真侪紧张、甲压力伫个啦。或者讲，哦，我若皈三宝了，当下就紧就要清净，所以我这个有某、有囝、有事业，还佫有人事要种种，哦，会烦心，所以我较慢哩。这款观念拢唔对哈。正因为呢，你自己还佫伫个属龙工商，无应该呢。身份颠倒，无应该读到咁样倒头栽，
哦，安尼业种遐尼济当中，正是在归三宝啊！哦，因人生无常啊！你看，你这人呢，这人个看好哦，今日咯，哇，暗时啊困烦就心肌梗塞啊啦！哦，啊心脏病爆发啦！哦，啊是讲呢，明仔载呢无代无就发生事故啊啦，天灾地变，或者是发生车祸，或者是发生意外种种啊！总是世间无常啊，无常无迄个预警的啊，我做你事先知影，无常是真无奈。如果无常会参详人，哦，安尼呢一切拢好讲啊。可是无常就是无常啊，所以在无常的世间、无奈的世间呢，咱都要尽量创造机会、把握机会、无机会找机会呢。来皈依三宝才对，所以佛祖甲你讲啊，你往生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呢，头一站爱做的第二福，也就是呢出世间的因果福，也就是呢二乘之因呢，咱来先皈依三宝。要注意了解哦。那么你若皈三宝，往生极乐世界种种呢，你嘛较安心啊。哦，世间的事。平讲啦，恁两个男女斗阵啦，也无结婚啦，安尼恁两个娶来娶去呢，定走去旅社，走去旅馆，走去饭店，那么何怪一个人讲真侪闲话啊？尤其两个啦做迄个男女代志呢，安尼就犯戒咯，社会上法律都无允准咯，何况宗教，何况道德，哪里纵容即款违法？违背思想的代志呢，是不是啊？啊，你两个结婚了呢？哇，人未讲话啊！哦，因这名副其实啊！即个目前你名不副其实啊！哦，事实拢无种无构成这规，无构成这结婚的典礼啊！安尼呢，违背思想呢，人甲你讲甲一堆歹听话，这是动机啊！较歹听的妖怪人良家妇女啊，啊女性呢，哇呢红颜出墙啊，所以种种歹听话一大堆，所以规三宝简单讲就是建立这个思想，哦，因为思想的次第要安排好势，迄次第顺序哪要做呢？呢，你唔是三宝就是唔是三宝，就像你做基督教徒爱洗礼啊。哦，你佛门的弟子要经过皈依的仪式，讲这道理。总共一句，那么往生阿弥陀佛的世界呢，首先咱先皈依三宝。那么详细情形，咱后壁来注意报告哈。好，那么伫个皈依三宝这本册呢，伊人讲话哦，人命无常，光阴迅速。人心难得，佛法难闻，三宝空世稀有，难遮难无。佛法精，乃是世间之明灯，如大海中之灯塔。三宝是真理之庄严，是度生死之涅槃之宝华，是脱离三界之修行，是六道众生之归宿。诸位讲清楚吼，讲真明白。咱人命无常啊，那么时间的过是非常紧啊。你不听讲光阴似箭呢？哦，其实比箭较紧呢。迄经箭个射击哦呢，咻，真飞过啦。吼吼，光阴似箭代表岁月个过真紧，你唔相信吗？你即摆二十岁啦，且种过去二十年前你才几？哦，你已经四五十岁啦，且这问四五十年你才几？你已经六七十岁、八九十岁啊，且这问八九十岁以前你才几？你敢讲？哦，我嘛唔知呢，真正不知不觉啊，目睭年纪呢，六七十岁啊。吼、哦、想你家己卡不灵气啊，我时常勉励我自己啊，
我今年已经49岁啊！我还想讲49岁是安怎多贵啊？较早还伫读小学、初中、高中，较早拄啊初出几年啊，即个年纪呢，已经所谓呢49岁啊！你想看卖啊哩？时间过非常紧呐、啊，咱袂当哩活伫世间的当中呢，茫无目标啊！醉生梦死啊，得过且过，才混日子啊，虚度光阴啊！在你有生之年，赶紧的，创造较侪机会，互家己有机会来学会修行较要紧。那无相那高啊，是无法度你参详你的啊。我真侪听真侪要往生的人呢，伊定定有一贯的悔意啦，跟你讲。哎呀，我已经老啊，想要做一挂三宝事，做一挂善事，做一挂有意义的代志，已经力不从心啊！哦，心有余力不足，想要做一挂好代志呢，我体力不支啊！哦，要想要咧做呢，但是种种的条件无得构成，互我利益社会、帮忙他人的呢，想要做些义工也无机会。你想看卖啊？所以有智慧人、有善根人，哦，深谋远虑人，哦，看真远的人呢，伊自然唔免呢，活到60-70岁，伊才善根流咯。伊呢，伫20-30岁啊，少年家呢，伊就都看真远去啊，未死就用想死代志伫遐等伊啊，哦，未老就想个老代志伫遐等伊啊，哦，未结婚呢？就是我结婚的代志，伫等伊啊！哦，会当居安思危啊！哦，会当想真远期的代志啊！哦，会当为今世想个过去世的代志啊！我都在今生想个来生的代志啊！啊，未往生进前的作为往生净土的准备啊！哦，伫凡夫时就想个圣人的代志去啊！这是大善根、大智慧、大愿力。真正有修就是有修的人啊，你袂当个好人。啊，有人呢，问讲会来修行好唔好啊？伊想无远去，哎呀，即摆三顿都无通食咧，以后代志唔好讲。啊，种人伊真好贵哦，真富贵哦，真荣华哦，啊，身体真健康，真少年哦。大个来学会修行好唔好啊？小姐、囡仔兄来归三宝好唔好啊？哎，这老人的代志啦，啊，少年人想想遐，吼、哦，这跟三顿拢无关系，吼、哦，你听你家在讲个分析啊，无神经就无神经，看袂远去，真正近视就对啦，看眼前无看远去呢，这款人有，10%有70-80%以上啊，哦，啊，看会远去的人少啊，这跟伊神经有关系。无结婚的人，伊就能体会到结婚的种种的状况啊！哦，伊唔一定爱，伊无一定爱结婚呢、啊，按就体会出，体会到呢，这结婚人的生活的种种大神经就是呢。因家无火烧厝，看人火烧厝，家己就要体会到火烧厝人的心情，甲心内痛苦，大神经人就是呢。虽然别人发生车祸，唔是家己做不了。但是我就体会到呢，这个发生车祸人的心境，大善根人。伊虽然伊好家人，但是看到善家人呢，伊能体会到善家人伊生活无好过，相当有慈悲心。这款人大善根人，看到别人死，虽然伊家己还未死，唔过想讲死呢，伊就强固咱呢，体会到死的意境。死去了后，要遇到伊去。伊就想讲呢，非常清晰，大善根人。你想看卖啊？啊，无善根人安怎呢？看别人死，哎、啊，是因倒代志啦。我离世个久诶，哦，这款人就无善根呐。哦，啊，看人个修行，嗯，因为啊，这是空诶啦，笑啦，癫诶啦，哦，社会上美谈啦，唔修啥物行，哦，心好就好啊咧，态度一定要修三规来下去修行啊。哦，不过伊家己做拢杀刀淫妄，夭寿鬼代志呢？哦，死硬的嘴巴啊，
这款是相当无神经的人，所以平平一牛米啊，真正饲百样人呐、啊，实在有道理滴。所以判定对出款角色，判定对一款人呢，自由意志，犹阁是你老人家、啊。所以啊，咱在做有神经人，眼光广的人，哦，亲模弯路的人。哎，那真是呢，有地位，有现金，所以讲人命无常啊，何里袂参详你咧？光阴迅速，何里袂参详你咧？所以咧，咱人会当得到这人生呢，做难滴咧呢。佛陀要听到正法啊，相当难呐、啊。所以三宝呢，是呢，空舍虚有啊，难做难悟，这才是正确。佛法讲三宝呢，是世间的一个明灯啊。所以听佛法了后，你心结会开，痛苦会清凉，心内唔捌真理黑暗，听了后就捌真理，捌这世间的人事物的真相啊，就是一派明灯啊，能照亮这个黑夜暗路啊，让你行出一个光明解脱的路径出去啊，离开这迷魂阵啊。三宝亲像明灯同款啊，也亲像大海当中一个灯塔，船啊伫个外口吼，失去方向，伊是紧张啊，乌天暗地，吼路盘个歹见，吼、哦、因此呢，电信的机械个歹见呢，伊紧张啊，无方向啊，大海飘来飘去，飘来飘去啊，加载呢。都好呢，有一个灯塔伫遐去摄，伫灯伫遐摄，伫遐灯啊。安尼呢，船长看到灯塔伫迄边方向呢，哦，有希望啊！哦，生命充满活力啊，信心阁升起来啊！全向这灯塔所在开去呢，都入这高雄港去吧。吼、哦，你就了解吼、哦，这就是啊，佛法如同大海当中一个灯塔。知名有一个目标，有一个方向，予你归属。三宝是真理的一个庄严呢。哦，如来三宗十二部教典都是真理，教你如何了生脱死，教你如何来修三归五戒菩萨戒，教你如何来明心见性，教你如何修福慧啊，教你如何破三业正三德啊。哦，所以三宝就真理啊。过来，三宝是度生死至涅槃的宝华，因为咱人无修行，始终伫三界内底生个死，死个生啊，生死不休啊。那么你皈依三宝，学习三宝的真理呢？安尼伫生死当中能度过开悟证个涅槃的迄变化过。像一个宝华，得牌啊就丢啦。有这花呢，到到迄边花呢。啊，三宝是脱离三界的一周行啊。咱是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的沉沦啊，哇，脱袂出去。那归三宝了后，亲像呢，是一只船啊呢，渡过生死流啊。所以三宝亲像三界内底呢，一周行同款。伊是六道众生的一个呢归宿啊，咱无归宿。你讲恁这间厝呢啊？你住这间厝唔是究竟归宿哦，是生灭法，是生住坏空诶。哪怕这间厝未阿未歹呐，唔过你经过六七十岁、八九十岁呢，你咪往生啊。总是世间法，哦是有为生灭，是可坏性诶。是无常的物件，所以归爸爸妈妈，爸爸妈妈咪往生啊。归你后生、祖囝、你新妇呢，你的好朋友呢，因嘛是生生灭灭，唔是究竟归依所在啊，唔是归宿啊。三宝是咱的归宿啊，三宝就是真理啊。你归依真理，才是最牢靠的啊，是永恒不变的事实啊。大家不生不灭，大家开悟证果，大家圣人的境界啊！所以讲，六道众生的归宿是倒位三宝。所以成佛之道来滴讲啊，
皈依处处求，求之遍十方，究竟皈依处，三宝最吉祥。哎，有关的吼。好，你皈依爸爸妈妈，爸爸妈妈咪老时阵会往生时啊，兄弟姊妹眷属朋友咪往生的时阵啊，会老时阵啊。哦，啊你皈依山，皈依海底，海咪打山咪放的时阵啊。世间是呢，脆弱的啊，无常的啊。哦，靠山山崩，靠海水海水打，哇，无一个所在当互你靠的所在。求之遍十方，三宝最吉祥啊，是不是啊？所以今仔日咱归三宝人是最幸福的人，是最福报的人。所以咱来感觉归三宝了，你人生就感觉足充实的。该踏实、该安心的感觉，这就归三宝功德啊！家庭个人念阿弥陀的圣号，有去听讲经说法，明白这道理呢，最后你百岁命中，人生有一个正确的方向呢。命中的是西方三圣阿弥陀来接引你往生净土，看你好不偌大度啊！你无往生净土，都六道轮回啊！哦，天人阿修罗、地狱畜生、五鬼，这轮转不停啊，生死不休啊，所以千算万算都算不好。要算会好，就是皈依三宝绝对无唔对。来，佮听哦，凡夫啊，不皈依三宝，就如同水上的浮萍啊，无依无靠，无根随波逐浪。漂流不定啊，犹如风中蛰，随时瞬间皆有生灭之时。犹如孤儿，无父母依靠，浪迹天涯。佛为之是名可怜悯者，非常庄严的话啊！因凡夫若无皈依三宝，亲像呢，哦。增加这水沟啊，吼，有迄水瓢啊，这水瓢啊是无依无靠，因为伊无根，无根的当中就随波逐浪，哦，水甲刮去东，伊就流去东；风甲扇去西，就流去西。因为伊无根啊，随波逐浪，流来流去，刮来刮去啊，水瓢无根无方向啊，可怜。哦，漂流不定啊！像是咱人无归三宝呢，无一个正确的人生的方向甲归宿。因为靠爸母，爸母有生命啊；靠兄弟姊妹嘛有生命啊，所以漂流不定啊。那你归三宝了后，你的生活会较安定、较安心。归三宝了后，因你怎讲呢？哦，咱的归。咱的主性或主性法、主性正义嘛，为外靠三宝归依归根的主性三宝义嘛。哦，在今生无开悟正果，唔过最起码在百岁命中的时阵呢，会先望西方三圣接引啊，所以人生就较踏实、较安全感、较稳定，袂徘徊、袂呢恐惧啊。这就是归依三宝功德给你加持掉的。哦，啊你也无归三宝呢？就是水中的水漂同款，随波逐浪，漂流不定啊！犹如风中蛰，哇！这个蜡烛呢，都已经买花买花，个风来吹一个，咻咻，吹来吹去，吹到这蜡烛呢，嘘，会是花去，如同风中蛰。意思讲，咱人。若无归三宝，生命在飘渺当中，随时有生命结束，生命无常时阵啊，就是风中蛰啊，风去吹蛰吼，这蜡烛随时化去啊，随时瞬间有这个呢无常生灭的时阵啊，就九二一就好了。啊，九二一的当中的大地当呢，这个玻璃南岛，这个德山。哦，中部地区呢，有一个呢7.3呢，一夜之间死1500多人，
第二天又来一个又一个艺术艺术结缘呢，吼、哦、六点半呢，伊阁死几啊摆，啊是有动向轻松无算哦。哎，啥物人知影讲呢？迄暝会发生呢大地震呢？无人知，啊若知啊，走到无半下啊！所以无常无意境呢，无常无时间性诶，无常随时会现前呢，无常随时会变化，互你防不胜防呢。哦，所以讲随时瞬间呢，该有生灭消灭的时阵呢，无常这么一回事啊！啊，即马佫着杀死啦！哦 ，SARS 啊，对细胞的克呼吸的传染一款的怪病。即卖医生呢发明这个疫苗啊，哦，这个、疫苗发明出来，哇，这个菌佫变种，煞研究未赴就对啦。研究出来了后，这个、菌佫变一款菌啊。即卖讲六种的病症就对，啊，随时佫变化。听你家地卡不练去咯，所以即卖遐尼歹医呢，即一般通常称个人瘟呐、啊，就讲鸡有鸡瘟，猪有猪瘟呐，可敌医呢，迄就猪瘟呐、啊。哦，莫名其妙啊，无疫苗医也袂好，迄叫做人瘟、猪瘟、鸡瘟。哦，你知影吼？所以啊，即目前台湾报道呢，已经有十八个往生去啊。哦，也佮境界当中，当时在消灭呢，令咱真堪忧啊！希望诸佛菩萨加庇，凡夫众生，大家人人呢，人心一念间的往来，佮转到仙界呢，迄功业又佮转过啊！我相信这个呢，这个疫情佮人手当中又呢会发去，渐渐准平息起来呢。哦，你也讲咱，哦，陈水扁总统呢？大珠大臂啊！看李秀莲副总统呢，共同发心呢，要吃三天的素食啊，真正功德无量啊！哦，领导人、国家的元首呢，两个带头领先，大向断恶行善啊，做好榜样啊！因为台湾的赛局太恐怖，大陆的赛局真重呢，你红卫兵时代啊！战争四起啊，民不聊生啊，广州啊，大陆拢都是疫情伊个发源区啊。那么台湾啊，为了这个为了嘛是工业啊，因为台湾人去杀生真可怕呢，太鸡、太鸭、太猪、太蛇、太牛，都为半空中一飞，你掠掠到陆地一行，为两只脚掠到四只脚，为四只脚掠到无脚一碎啦。拢掠来台，你看麦啊！啊，米罗伫咧洞内底鸟鼠啊，拖啊拢乌出来呢。吼、哦，台湾人失业真正可怕。凡出会食的物件呢，无一只呢能幸免的啦，能幸免的啦。掠咖哩哩哩啊！失业该降该降，这失业就过剩以后一款怪病出来啊！这毋是上帝，毋是神明，爱主菩萨降罪乎你的。是自作自受，强业因果啊！虽然陈水扁总统、李秀莲副总统呢，大珠大臂发起了全民尽量来吃素食，减少吃肉，哦，你杀生吃众生肉，分明个众生怨气呢，宿气啊，怨气呢，哦，这款压力互你挡袂掉，挡袂住啊！所以要去死偌济人，无人知啊！所以，这人瘟继续个蔓延的当中，咱是不是大家呢来念佛啊？哦，来修行啊！众生嘛，唔好坐遐济啊，慢慢啊消，业障就顿顿，强业就渐渐分脆去，准分别准无言呢。不然的为者呢，那继续个杀业遐灵当啊，真正咱真烦恼啊！你看，在过去十五世纪的时阵。这个、澳洲的所在呢，哦，六千几万的人哦，结果迄人瘟就发作起来呢，死了四千几万的人，剩两千万的人口，六千万死了四千万，剩两千万，你看死了有恐怖无呢？迄人死去了，火尸体个贴起来哦，比这个台湾阿里山较悬，
六千万人死，当中呢死了四千万，你看卖啊哩，人瘟啊！哦啊，大陆保守的公犯哦，伫大陆过来这大包哦，大上跟你讲啊，讲死两千多人，即马继续去死的当中，报纸甲报，因本国嘛唔敢咧报啊，讲死百几人呀，安唔对，死两千几万啊，两千几人。啊！讲伫个佛山的所在有四万几人，互隔离，有传染就杀死四万几人哦。哦，这四五万人都杀死啊！继续个扮演当中，因为大陆个做恶业偌济多，全感召这个胳膊啊。哦，你要怎统一啊？唔通统哦，无净统就凄惨歪歪啊！你统你家条杀死吞食了了去，看你要怎统？所以台湾独立上好啊，要有台湾心啊，啊，金牛台湾啊，你吃台湾水、台湾饭、打台湾地，头壳堵的是台湾天啊，要个无台湾心，一心想要统一，哦，总之统派啊，真恐怖啊！哎，就了解吼，台湾独立上好啦，哎，大家就知影讲呢，确实要有台湾心，没有台湾心。咱得渐渐啊，熟悉个因果，唔当杀业遐灵当，要甲台湾岛沉落去呢，唔好。哦，台湾真正有够庄严个呀！福尔摩沙就是讲呢，介美丽、介庄严、介可爱一个宝岛啊！哦，蓬莱仙岛啊！好，注意听好。那么龟山堡也同款啊！哦。如果你若无皈三宝为食呢，哇，世间无常啊，瞬息万变，又搁如同这孤儿同款啊。那么孤儿就是无爸无老母啦，因此呢无依无靠，流浪天涯啊。那么今仔日佛祖唔再讲讲，哎呀，三界众生阿未了生脱死，伫六道当中呢。轮回不息，实在达滴人民同情，叫做可人民者，有道理。好，注意听好哦。那么皈依三宝呢，有四款的义理哈。三个皈依三宝呢，皈依三宝有四款的义理。第一，断恶行善义；第二，回转义；第三。弃邪归正义，第四破魔显佛义。注意有看呢吼，皈依这两字，皈就是归道依靠意思，好、哦，皈就是归道依靠啊。啊，依就代表回转信赖意思，比如我依止你，哦、我依止三宝啊，把身躯性命投靠依靠三宝啊。三宝就真理啊，大家信赖啊，哦，什么回转倒转的、啊，本来是向五欲六尘生死轮回啊，一百八十度个转倒转来，有回转的意思，皈依就是呢。哦，因为咱过去做业啊，哎，今仔日呢要断恶行善啊，叫断恶行善义，皈依有包含这意思，佮有回转的意思。哦，过去拢向呢。哦，杀盗淫妄，哦，侬徛伫呢作恶，一入场，今仔日呢有回转倒转来的心态甲行为，背离五欲六尘，叫做回转义；弃邪归正义，就放弃我过去邪知邪见，批评真理，破坏三宝呢，我今仔日改邪归正，浪子回头。叫做弃邪归正义啊！来，个第四破魔显佛义，我断断三毒贪嗔痴，归向这清净佛啊！哦，叫破魔显佛义啊！归有三义，哎，就了解吼、哦。好，不听哦。那么，什么叫三宝呢？三宝的佛、法、经，叫三宝啦。佛就是呢。为人性的，你看这个台湾人去制造的字真厉害，一个人字字变成佛，就是佛，不是人，
但是佛又果是人成就的，吼、哦，所以这佛真微妙啊，这就这义真高。佛不是人，人有贪嗔痴，会杀盗淫妄，会自恶啊。佛不是人，但是佛又果是人来修成就的。譬如讲，我已经成佛了呢，你别再讲我人啊，人够六道轮回啊。过去贪心、万道、嫉妒的情绪化，哦，会讲闹恶卡紧，会讲批评，哦，会吃醋啊，人就是安尼啊。阿佛唔是人啊，阿佛哪个会吃醋，佮人闹恶卡紧，佮人哦挑拨离间、包容是非呢？安尼唔是叫做佛，叫做人啊。所以佛唔是人，但是又果是人修行而成就的，哎，就了解吼、哦。所以。这就是佛的人呢，真正大智慧者。佛不是人，但是佛又果是人来成就的，修行的开悟真久的啊。啊，佛是啥物内容呢？就是呢，体证人生观、宇宙观的真理，拢总不再迷，不再自业啊，断迄正真的人啊。哦，是已经彻底正知正见、开悟正果、明心见性的人啊。福慧圆满的人啊，人生观生长何来，死往何去，清清楚楚的人啊，不再轮回的人啊，哦，是一圣人。法法就是如来，也就是佛呢，以修行的方法跟理论啊，即卖三宗十二部教典就是法啊，正就是出家人，挂碍习亲啊。色心达本，解无为法，是名为沙门。沙门就是呢，出家的修行者啦。简单讲讲，伊较专业，比如医生，医生读七年，哦，这医学啊，伊较专。建筑师伊较专啊，起厝你起袂赢伊啊，算是结构啦，讲钢筋几条啦，啊，几分的啦，几寸的啦，暗土几包啦，刷几偌济啦，结背偌济啦。算个准准准，伊读一科的，伊力学哦，抗压力呢学个非常的精专呢、啊。哦，基础爱找建筑师，哦，那便可找医生。哦，那么你也要听经文法，听专业的出家师、讲经师也都无唔对嘛，伊个专研究十年、二十年，长期一生的当中研究如来教理啊。精就是呢，一精团，伊对这教理深入，哦，伊较了解呀、啊。啊，病苦唔好找出家师，爱找医生。啊，你要起厝，慢慢找医生，你爱找建筑师。啊，你要听佛法呢，你唔忙找建筑师，你爱找法师，恭敬的法师就无唔对啊，找进步，爱就了解吼、哦。好，简单讲。规佛、规法、规正，叫做规三宝啦。哎，就已经有一个概念嘛吼。好，那么按照三宝伊时空的不相同，甲伊性质呢，三宝有五种哈、啊，来看好无？五种三宝：化相三宝、主持三宝、自性三宝、小性三宝、大性三宝。那么第一叫做化相三宝，三个化相三宝，就是三千年前释迦牟尼佛成佛了后，伊度五比丘啦，哦，所以呢，四圣体十二因缘，安尼三宝就存在啊，就成立啊，就诞生啊，这叫做化相三宝。那么是三千年前释迦牟尼佛堂堂正正实现在人间呢？佛就释迦牟尼佛，法就是四圣体十二因缘哦。那么正就是呢，这五个比丘啊。好，主持三宝等佛陀已经离开咱呢，已经三千几年啊。那么代代遐出家人延续佛法落来呢，就是正宝。即卖三宗十二部教典的经典就是法宝，三千年前佛祖所讲的啊。开悟的阿罗汉甲记录落来啊！哦啊，佛宝就是即卖呢，所讲的叫啥？即佛像啦、啊，代代呢，遐有名的雕刻师呢，按照佛的三十二相、八十随缘好，甲雕刻落来，
这主持佛部，哦，叫主持三部啊，主性三部，什么？就你我大家人人有一个主性的佛，主性佛啊，啊，那主性具足，能生一切万法，咱的性具足万法，主性法部，咱的心心清净，主性净啊。净有烦，也个清净无污染的意思。所以你我若成佛了后，你我大家记住有自性三宝哦。过来第四叫做小乘三宝，就呢释迦牟尼示现的长大的金身呐、啊，到人天小乘的这个行者，哦，这个叫小乘三宝。哦，啊大乘三宝。同个度法过菩提心要成佛的人，哦，伊是要成佛当中佛陀示现呢，哦，毗卢遮那佛啦，哎，卢舍那佛啦，度遐呢发心大士，或者是度遐呢大乘的行者，发过菩提心的人，这一连串大乘经典呢，乃至呢发大心的人，这都是大乘三宝啊。好，注意听哦。有人讲，哎呀，心好就好啊，太在归三宝呢，安尼唔对哈，安个积利会输，爱树立无该才对啊，所以咱一定要先为外在归三宝，再归自性佛、自性佛、自性法就入来呢，哦，自性三宝才有成立啊，啊你无归三宝呢，伫放嘴，心好就好啊，他一定要归三宝啊。哦，有人佫严重讲安怎呢？啊，龟山堡人佫比我较差咧啊，比我较无修咧啊。龟山堡佫会共错、共教、共酸，啊，我拢袂啊。哎，无用中咧，就断家己神经啊。哦，伊讲，敢毋知执着一定爱龟山堡？我嘛甲反问一句话，你敢爱执着讲一定着安尼，毋免龟山堡呢？共迄道理啊，就像甲你讲个啊。那要让医生挂，先来挂一个会，讲意思啊。哦，那么作为夫妻，就公平正大办一个，哦，公正结婚啊，还是办一个结婚典礼啊。哦，名副其实，事理拢顾掉。同款理由，比如你开车啦，哦，这交通规则拢背起来拢会晓啊，但是你无实务会开车的经验呢？哦，啊，理论拢知影哦，安怎开拢知影哦，但是你开看卖啊咧，从来毋捌开过，但是理论上通达尔，你开咧个地吼，脚动倒油门去，要打油门倒去脚动去，很多路毋知胖半年还一年，胖袂好势，胖到等练到最高，爱发生车祸，爱拢会起坎落去，是毋是啊？所以呢，理通爱有事情，哦，事爱做会到啊。哦，啊，事做未到，该道理通呢，叫积利会事，安尼无法度成就一切好代志啊！啊，大家理事无碍，你了解吼？大家理事不治，咱千万唔通呢，像世间人讲讲，心好就好啊！啊，你心是好到什么程度呢？嘛，你闹情绪化，讲万多假错啦，讲闹乌卡紧啦，讲波浪是非啦，心态是一团糟啊！还要发心好就好啊，这样不对啊。再来，咱往生净土呢，哦，归三宝啊，就是呢三宝之一。所以希望大家还没归三宝人，真希望咱国人人人创造机会来受这三皈依哦，听佛作话就不对啊啦。再来讲具足境界啦，从至出家人来讲，出家的比丘要修250条戒，比丘尼要修480条的比丘尼戒，修佛戒不犯威仪，这是构成往生西方净土根本的条件哦。这算是生存的道业啊，哎，就明辨哦。所以啊，真应望大家在修行过程当中呢。阿未归依的，咱真苦劝伊去归三宝，因为生命、啊、太无常了咯。生命为己啊，瞬息万变啊。哦，这个世难保招啊，
在下好好哦，反正一波就错去了。今天好好哦，啊，反正明仔载呢，去找伊来讲个只金过去啊。生命随时伫无常变化当中，真风中之节啊。所以咱真正啊，发大菩提心，创造机会来归三宝。哎、欸，你注意清楚吼、哦，这非常要紧哦。哇，要紧是要紧呐、啊，时间已经到了，会紧哈、啊。那明仔在往生净土呢，应修三福，明仔在地九天，同时间再会。